圆心角为150度的扇形，是几分之几圆？等一下，画面会自动暂停，各位同学自己先试着算看看，算完后再按下播放键，看看正确的解答。好，我们知道圆绕一圈是360度，那150度到底是360度的几分之几？我就把150除以360，等于360分之150。那我们进行约分，可以约成12分之5。所以圆心角为150度的扇形是12分之5圆。各位同学，这题你算对了吗？